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没事就好。哎，站住！你撞了人就想跑了？你们看东西都掉了吗？还不赶紧过来帮忙？一点意见都没有。 你的条件很清楚，我们公司的要求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要是能够满足我，明天你就可以入职了。我的皮鞋脏了，帮我擦干净。 子珊，还记得当初面试我为难你的问题吗？记得。你那么好强，当初却肯低下头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并不是一个听不见意见的老板，而且不管我有没有错怪你，你都会选择对的事情去做。
这马屁拍的有水平啊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我低下头是为了有一个抬起头的机会。走吧。